电视剧《如果声音有记忆》是由魏哲鸣、胖美叶、张淑伦等主演的青春励志言情剧。该剧讲述了有着独特声音天赋的乐观元气少女与职场精英隐藏的声优大神一起携手并进，奋斗逐梦，同时收获美好爱情的故事。该剧于2021年12月9日在芒果 TV 独家播出。